昨天比赛的那就是那个比较意外的事故吧，然后他自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反思，在昨天事后他也跟然后少昂进行了道歉，啊少昂也说没关系，然后彼此还给他，然后还给了他很多的鼓励以及安慰。其实他们私下里平时都是关系非常好的，就整个队之间也是非常的团结，非常融洽的一个关系，然后平时也是一起竞争，一起努力，一起训练这样的一种关系。然后以后的话，就是希望粉丝们能够在支持他的同时，也支持他的其他的好队友，支持其他的队员，然后一起支持中国队，然后希望整个队能发展得越来越好。